穿好是现在最流行的穿搭风格，就是衣服要这样露一个。不是，人家旁边在拍婚纱，我穿这样，情侣吵架怎么办？这是你想看的双马尾，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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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，我今天就是来植物园才怪。我今天呢，从台北呢来到了台中，来干嘛呢？你以为洗澡吗？错、no. ，是拍照。看到我今天这么可爱的果玉晶，是不是想看它掉下来呢？还是想看我的腿呢？想看我的腿吗？好，先给你看。不对，不对，看不看？要看的跟我去买桌历好不好？在年底想要为大家就是明年带一个好的气象，小竹都会陪伴大家到明年去。但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小竹，就是在疫情期间这么努力出了这一本桌历。今天十二套造型都是特别准备的，让你们有十二个不同风格的小竹女友，好不好？让你们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心情，不同的我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大家一定要记得买我的桌历哦！而且这是小竹第一本出的桌历，如果呢桌历出得好，我到时候就出血的写真尺度已经大开差距。你想讲到做到哦，全裸三点全裸。对，如果这一本卖出10,000,000本的话，我就大开差距。什么意思？衣服不穿好是现在最流行的穿搭风格，就是衣服要这样露一个。这一套呢是第二套，全集时尚风格，行吗？帅吗？啊，是是。不是，人家旁边在拍婚纱，我穿这样，情侣吵架怎么办？我们准备去进行第三套，非常快速再速决。黄色野餐风，可爱吗？双马尾配上可爱的猪猪双马尾，有一个那个抖音是这样，这是你想看的双马尾，蹲蹲蹲吗？蹲蹲蹲蹲蹲，这是你想看的，其实根本就不是在看双马尾，是看胸部。这一看就知道九月的嘛，九牛啊，很挤的九。看过这种可爱的圣诞节，十二月到了，记得送我圣诞节礼物哦，谢大家。哪有人在要礼物的啦、啊？就是看到我的时候，就是十二月，然后翻到那一页，然后看到我穿这样的时候，就知道要寄礼物给我了。大家，那你要公布你的地址吗？对，我会跟大家讲，寄到我的经纪公司就对了。On a new adventure。你都不讲话，我在看照片，怎么是走路嘞？你知道我现在的时间怎么办吗？你把你这几年的经验都用上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有。其实我觉得桌历就是这样啊。我觉得写真的话，真的是要慢慢拍，因为写真的东西本来就是比较那个，所以大家期待我出写真。
哦，长太高了，我用不到。我也是。痛不痛？您好，欢迎光临。什么？什么？谢谢惠顾，谢谢大家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把呢一到十二月已经九套，已经在短短的半天内已经把它 get over。我们剩最后的三套要来到外景的部分，泳衣的就是要给大家带来一种夏天奔放比基尼海滩，你不买你就去死。这么喜欢哦？我就喜欢粉红色，粉红色就很好找吧。粉红色东西就是拿来收藏的、啊，我就是喜欢这件粉红色，请大家。帮我搜寻，然后送给我会很开心，然后最好可以送我很多的东西。我穿毛衣来到这里是什么回事？我在北极，北极穿比基尼。你刚刚是一个老什么 ？Rap， 就是中国好声音，不是中国新说唱。Everybody， yo， 我早上没睡觉，今天来到台中拍本桌立，明年陪你度过一整年。Yeah， 谢谢大家。你到底在笑？你这绝对不会入围的哦，你这海选就被刷掉了。你这没有 flow， 没有押韵。我这个双押，还有叉烧押，还有叉烧押。我们今天一直拍，就是我根本就还没跟摄影师打过招呼。叫老师，先生，すみません。他说他的 P 图功力很强，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，你们刚刚看到的都是幻，其实我都是在同一个白墙拍的。这女朋友蛮麻烦的。好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不要交我这女朋友，因为每一任当过男朋友的都不太想帮我拍照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想要找一个会帮我拍照的男朋友，因为大家都嫌我拍照麻烦，很啰嗦，然后又喜欢叽里呱啦噼里啪啦，然后呢又不满意拍了，又不满意，不满意又重拍，然后拍照就要很烦。拍照是辛苦的。没有什么事情是简单的，为了一个好的作品。糟糕。我的收尾呢就在自拍中解决。那我们今天呢因为非常累，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不收尾了，大家自己知道，没有做的事情。没有没有。